家早上好，我代表圣母王建堂华文教务促进会，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继续得到天主满满的恩典，在信仰的旅途上，也希望大家天主更加亲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孩子们的贺语。恭喜发财 to everybody, 恭喜发财。I hope, I pray that this year, 2017, the year of rooster, is a year of prosperity, a year of good health, a year of peace, a year full of joy, and filled with all God's blessings and graces be upon all of you.So, Kong Hai Pa Choi, and 2017 will be a greater year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Hope to see you all more often. Here, come to hear PJ here to see me. Don't forget. Bye, and see you all when I see you. Take good care, enjoy life. 各位教友，我现在在古晋沙劳越的Airport 啊，现在我祝你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天主保佑你们，拜拜。黄大华神父要祝大家富不骄人，乐天贺岁，平位宴事，谢主迎年。每个大家小小，每个人的嘴里。天天听你听我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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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和神父跟我祝你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你好，我们在准备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所以今年呢有一点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教会邀请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心情，欢迎充满希望的一年。所以希望是什么呢？我们靠天主，天主的一切的祝福。所以我也是为这一点为大家祈祷。所以我祝大家新的一年，在这新的一年中吉祥如意，笑口常开，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教宗方济各1月22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预先问候了远东和世界许多地区将于1月28日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教宗说，我衷心祝贺他们每个人的家庭，愿家庭越来越成为学习相互尊重沟通，以无私精神彼此呵护的学校，愿爱的喜乐在家庭内发扬光大，并从家庭延伸至整个社会。